台湾男星许光汉现身米兰时装周，画面曝光让很多的粉丝又惊又喜，因为他竟然和南韩女神宋慧乔合体同框，而许光汉也化身小迷弟和宋慧乔一起合影，而宋慧乔的公主头长发搭配空气刘海，整个人呢是看起来超级的逆龄。不过这场品牌活动除了场内热闹之外，在场外同样聚集了很多的粉丝，而且根据外媒报道，很多都是许光汉的粉丝。看一下现场画面，可以看到呢，在秀场外聚集了许多的亚洲面孔，而现场的粉丝一看到许光汉现身，就非常热情的尖叫。而因为许光汉啊，过去演出了这个《想见你》而风靡全亚洲，而这一次呢，在场外的粉丝声量一点也不输给宋慧乔，也验证了许光汉在海外的高人气。